县及周边地区土地使用减少原则之严厉操作来一个委托研究案，也将纳入将捷运站的半径百公尺范围内土地使用管制计划的延伸，都已并纳入在这里面。所以针对委员的意见，发展局也已经参采在这一次本委托研究案已经办理了。那以上先就委员所提的四点意见作为简要说明，谢谢。